他在里面说真心话都可以吗？好，觉得啊，这次会输有点小的不甘心，或许是因为有点不太跟团体合作，或者是因为我们的默契也不太好。我是觉得啊，我们基本上组织都还不错，为什么还会输？这难以去猜。算了，没关系，做好玩就好了。然后有机会的话，现在也要参加这种活动，有一分钟了吗？